我要帮小师血耻一下，当时他没有买到，一次买两台，这个会较麻烦一点。石头要飞过来，刚好打到这里，买车送机油，你看那固定的标配，好是对啊，标配。哇，这辣椒好香哦，香味跟那个辣味，就是一吃就冲上来了。哇、哦，果然是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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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哎、欸，好早、哦，好早啊，7:17，我们在南港车站。为什么这么早？为什么这么早？我们要去收车啊，客人是坐夜班的，他刚下班等我们，我们赶快要冲了，我们这次要去台南，我去买票了。哦。上车了，上车了，上车了，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。好了，台南见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等客人来找我们。啊，对啊，我忘记说要估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未来 BMW 啊，220GT， 这个是2.0的。好，再等一下，快到了，他说三分钟就到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台，身后这台2017 BMW 220iGT， 这个是7人座的。今天我们来估这台车，你看两张。为什么两张？如果估得好的话，我们还有旁边那一台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台是要公益车，主要是这一台要处理得到，买一送一的概念。对，买一送一的概念，我要帮小师血耻一下，当时他没有买到，我们一次买两台，这样可以吧？这个标题也这样耸动了吧？可以可以。好啊，一样啊，要先看一下啦，主要是要后面要完成，才有前面这一句话才可以上去，不然就要嘎掉。打开引擎盖开始看，好，主要这一台是2.0的，这个就要认真看了。你车主他不是买新车，他也是买中古的，111年换的。看起来应该是 OK 的，叶子板不好看，一基本上都看不了。我等一下拿漆膜仪打一下，这边可以看到前面叶子板的螺丝。还有转吗？没有。跑8万。8万。对。这一种就是没有胶，它是整个豆凹哎，皮啊，真的没有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好像是一个。类似像接地一样，这个久了就断了。哦，只有一边有。一边的而已、啊。这就是怕说这边的负极不够，它就这样跨接过来、哦。因为这都是会动的嘛，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。石头要飞过来，刚好打到这里，跨不了。买车送机油，你看那固定的标配。好是对啊，标配。啊，你这七人座，它下面这个是有椅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后面的椅子好扁。好扁哦，可是都还可以坐了。我一直在看天幕，我怕天幕掉下来。有吗？没有，目前是没有，没看到。这也是欧洲车的宿命。对，就是很容易遇到这种情形，所以要注意一下。大致上是 OK 的了，其实它的完整度还不错。因为台南可能比较热，它会放一个那个避光垫。因为这一代的时候还会，我头发才只会凉凉，可是它目前是可没有。啊，它只有几个按键都是。风的大小，这个跟这个停车有一点点的掉漆，反正驾驶座那边还没有，主要是这个啦，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。石头要飞过来，刚好打到这里。反正它只要裂的地方，它都补了，应该是5个洞哎，它要把它补起来，不然它会掉，一直跑了。好，漆面还 OK。都差不多的数，差不多。外表刚绕一圈，应该是前保杆下面轮胎比较久了，20年了，也差不多快磨光了。修嘞，而且化解了就修呀，没有什么事故。我刚看一下它原漆耶，好，我已经考好几次了。如果假设有考过，好，一般100会变成啊，比如说最少150以上的保杆的话，就是漆量不出来，塑胶量不出来，塑胶的，回去跟。车主敲一下，刚刚我几个没有讲到，我现在再补充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猪鼻子有换过，啊，主要是这个啦。车主有去改那个跟车，他用原本的镜头加上去的，这个距离啊，跟车那就可以有自中。可是他说，如果硬要比起来，其实
没有办法像现在那么准了、啊，只是说它现在最少可以开都可以直走。如果你超过100以上，它有点像乒乓球一样那样飘。我的习惯，其实我在开，除非在隧道里面开很慢，我才会用。好、啊、了，这车主也有改过安卓机啊，备品在这边，带你去看一下。丹丹，他换了高流量的滤芯，因为车子好像说快保养好了。为什么上面有三罐机油？因为是快要保养，他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里面有三罐，准备有两罐、嗯，所以有五罐。安卓机这里原本就有一台安卓机，嗯，这台的安卓机他觉得不够好，他自己又加装这一个。你要换回原本原厂的，这主机也在这里，也在这里。这是打开门旁边那个灯，他换过了。你看，欧奇嘛，红奇嘛，龙五啊，猪鼻子，这是比较新款的啊。好吧，这留着啦，对吧、啊？留着到时候如果你有喜欢，你就可以自己再换回去，自己换。好，我去敲给你讲。耶、yeah! ！我刚就在此刻发现了，你看这边两台北市，台北市耶，要回去台北市的。好，有这一卡表示成功了啊，所以我们一样看这架车。这个是2000年的 Sentra 嘛 ？Yes， 这是他之前他爸爸在开的车。他要讲啊，他把外观顾得很好，其他的他不太会顾。他把那个冷凝管包起来，你有看到？有。然后火腿肠哎，他认为有这个问题，他说马上用起搏子把它包起来。现在怎么看起来有转的感觉？好，有转。刚我们也先开了一下，没有把它开过来。底盘有声音，那、啊、这个漏油应该都很正常。哎、欸，2000年到现在了，水有。啊，再来就是大灯，我大灯很奇怪，它没有撞，可是它太阳晒太久都裂了。啊，这边也有，不会影响，不会漏水。啊，只是说它有裂了。哦，打开驾驶座，它的内双米色的，我是觉得还算不错。里程数我记得刚刚有没有到是不多，119000了，快12万，我们算整数22万，啊，没有天窗的，电折调整都有，里面这个漆就是有点 blacky 啊，那样门皮有换过，所以才会这样，哈、啊，后面好像也有调整哎、欸，你看看起来没怎样啊，我看胶是硬的，没错，胶是硬的，哦，后尾板没有，没怎样，内装就是都使用痕迹啦。我刚换过了，车子是只有换了一个门皮，很明显，其他天头盖有稍微转过。外表我觉得还算 OK， 还 OK。胎皮的话摸起来深度是够的，年份的话是2017年，2017年的50周，后面是2227耶，所以它倒着开比较安全。还是有漏油啊，只是说我们回去还会再检查。啊，我们很简单，开得到台北，基本上好问题已经少了一半了，可能漏油那些检查一下。交通完成了，还没有冷气，我冷气超冷的，我去写一写。耶，两台我们都收到了，等一下我们就两台都可以开走了。这台是2017年的220，这台是2000年的先抓，那这台到时候就是公益车，感谢一下嘞，车主钱先生 ，money 的钱哦。感谢他把这一台车捐给我们，当做公益车，也感谢你们啊，持续这样子的付出公益这样。这台其实是爸爸他留下来的车子啦，对啊，一方面家里也是有其他的车子这样子，对啊，觉得爸爸走了没有让他带走什么东西，对啊，就是帮他给他们这家公爹给了，可以让他继续再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爸爸也蛮爱车的啦，他外表顾得很好，你看把贴纸贴。对对，像火腿肠一样，你看，冷气才够人呐、啊。再次感谢徐先生，谢谢。那我们等下就直接回去了。OK。啊，因为我不敢打扰太久、嗯，因为他是做夜班，等下回去休息了。还好啊，谢谢，对，谢谢哦，谢谢， okay, 谢谢，感谢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、耶。Yeah. 这边是虾仁肉圆，好像蛮有名的。我们都是叫五颗，还蛮大颗的，手工的嘞，你看啊，看看这酱是不是甜？甜的，辣椒在哪裡？先吃原味的，可以先加你的手工辣椒，看起来就很辣，应该很香啊，虾仁，好嚼啊，还不错啊，你吃一下，啊，这个皮好烂啊，哇，好 Q 哦，有没有？而且有虾子的鲜味，甜的吧，没错吧？甜的，加点辣椒，超辣的哦，自己小心哦。啊，这辣椒好香哦，香味跟那个辣味，就是一吃就冲上来了。要加蒜末比较赞，这样5颗75块，很 Q 哦。它包这个是恰巴吧？
生意还不错的，一直进来。这辣椒超好吃的。哇，这是正常我们常喝的汤。赚了嘞。我竖起大拇指。欸、真的，来吃一定要加热辣椒。对，很棒。再下一桶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来吃冰的啊、哦！这全吃冰的，好可爱、哦，很熟悉。哦，旁边这里都可以。手工画图的嘞。料跟酱都是自己在做。自己做的好。老板，我要一个草莓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有三个，很多一颗。多一颗，当然多一颗给我啊。哎，好。对。帮我还有一次哈。嗯，草莓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个是抹茶。啊、哦，这是要自己倒下去的。哦，快吧，快吧，快。捞出来，捞出来，捞出来！哎，好吃哎！哇！那两个，一杯是草莓酱，一杯是柠檬酱，就斟酌的淋上去，搅拌在一起吃。中间有一层草莓酱跟哈密瓜。哇！哇！果然是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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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巧，哈密瓜，哈哈哈哈！我太太的教训就是不要，就是讲太多。刘老师，好甜哦！那种都是苗栗大红的。草莓，感觉就很棒。生甘甜啊，生甘甜。生甘甜啊，生甘甜。哈哈哈，错了。真的，谢谢。好吃，好吃。谢谢，谢谢。这个蛮好吃的，这个是我们店里面的最高档的。对哦，看起来就很高档。最高档，吃到最高档。谢谢阿姨。我想说，你点那个什么哈，那就没有吃到芒果，只能把你升级升级，然后把你做有芒果吃的。大家来台南可以来这里，冰的卡其库里。对，哦，好，哦，谢谢喽，谢谢，谢谢阿姨，欢迎你们再来，好，阿姨回台北了，对啊，要回去，对啊，谢谢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哦，吃饱了，刚冰不错，阿姨很可爱，热情，台南无你客气的啦，对哦，啊，不然直接帮我们升级，不然就做人卖就客气，应该。对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他等一下不多，要再吃泡面，类似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他饿了走，我们去吃饭，比较简单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把那个整个的维修单的记录都用 app 传给我，还花了100块，那个 app 转移要100块，是、啊，所以他转移给我，我就想说啊，完了，他说怎么了？下次换我给他100块，对啊，他很热情，他跟我说我100块给你，我说不用了。车价只便宜10000块就好了。我们的万金位没有白金位的。看，我用亮灯呢，抓着掉。结果是提醒有测速。啊，五千五，加减的，比如说他差一点五千五，有点像哈。哎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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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了。对，正常。是，刚看完跳出来会吓一跳。吃吃喝喝都做了，啊，我们赶快要回去了，来不及过户了，所以明天。这两台赶快去办理去过户，他底层数是80000了，现在是跑80000，他有改这个跟车嘛，他自己去买的备料，大概花了20000多块，他如果在外面装，他说要45000块，他自己安装，他成本大概降一半。你看人家这个也很开啊，干。你刚好拍的角度我有看了，正面根本看不到，你说开我真的看不到啊，因为刚好你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他会看到里面啊，为什么会这么开？你看一下，对吧？按到 B， 就是这样，塞到满了。按不下去，用力捶它才会摸啊。那今天这一台车 ，BMW 就给你开，那我去开那一台。
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Ava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我想说怎么那么多五十兰哦，鬼五十兰，哦不是，那叫什么羊宝宝是吗？对啊，羊宝宝，我是不是我说五十兰？不对，羊宝宝豆风好看。